第一步，在右边画一个房子，先画房顶，在房子的左下角画两片树叶和一朵花。在顶部画一个风车，风车下方画出一排长方形。然后在中间空白的位置画上直线，在房子左侧画出许多的小圆形。第二步，在左侧中间位置画一排栅栏。在下方画一个云朵状的框，在房子顶部线条上画倒三角形，最后涂上颜色就完成了。